你那边有怪吗？没有怪，没有怪。Okay, 有，刚刚被你杀掉了，古马路被你杀掉了，被你杀。哎呦，多带一点兴奋剂才对。晕眩六十几，6566一直在喷、嗯。我的没有，我好了，我站起来了。啊，谢谢。管、欸，有蝎子从后面、欸。我已经没有。哦、我醒了，已经没装，赤裸了。你没有带备用装哦？我没有带备用装，我备用装放在风神身上。我这边还有一套。你带这么多套哦？我身上有四件而已。我只有四件。你前面好酷哦！应该少一个脚吧？你们真的是有备而来哎、欸，带这么多套。我们就是觉得会赢吼、哦，就只有你觉得会输。我觉得输惨了，好不好？这个雕像是什么？雕像哎、欸，好酷哦！有一个表情，一个石像。我来看看。啊，知道哎、欸，很诡异。是，前面感觉要走下面才对。顺着那个遗迹走。会不会什么触发什么？后面是岩浆哎、欸。啊，哎、欸，这里，我这里。哇，有一个斜坡。对。哦，反正好酷哦。有遗迹耶！有遗迹耶！哇，好大哦！哎、欸，前面好像有一个岩浆石的感觉。我觉得我们走不回去了。回起来，回得去啊！我觉得我们走不回去了。漂亮 ！Nice！ 哇，古马路好硬哦，要三枪哎、欸。对啊。我现在先换十弓，我的枪快要打到没耐久了。打超强、你坏，我这边还有一把。对啊，我也是带两把，不过子弹我也只带180，没想到会用到那么大、啊。对啊，怪实在太多了。哎、欸、呦，看到那个遗迹了！哎、欸，有了，在前面。有宝箱。哎呦，我们要赢了！有一副要打 boss 的感觉。对，把这边清完就没问题了。我觉得枪真的很准哎、欸，给我们比弓箭好用很多哎、欸，伤害高很多啊。而且它大，它就是直线的。前面有两只古马路哦。我、哦、会发光的。干掉一只，两枪爆头也是死。听他喷了。哎，我的枪损坏了。我先直着走好了，直着走。你们有带多余的枪吗？枪有。你们有用到吗？我还有一把可以给你。好，我推一下，先打掉。哦，我死好多。我打车。哎、欸，古马路，先打古马路。又死了，死了，漂亮。先蛇。蛇。可以吗？可以。我已经在拿实剑了。我在射蛇，射蛇。哎、欸、哎。大量的蜘蛛来了！啊、哦、哇！什么？哇！旁边走了！大量的蜘蛛，快！快！要可以！喷了！有一些血来了！哦，够了吧？大量的蜘蛛，砍死你！你们打！砍！我在挡，我在挡。挡军，我枪先给你。好。这里吗？这一把吗？对。我捡起来了。对 ，OK。哇！我本来以为我用不到的，想不到我用最凶哎。对啊，还在那边说不要拿。不是不要拿，我是想说等你们拿。啊，那边小蜘蛛。好像路是 OK 的哦。他有要打我吗？没有，没事。你不打他，他不打你。好，那就走。他打我啊！他打你。上古神器，上古神器之稳重。等一下，哦，是旁边是你吓到我，抱歉。稳重。我没看到。等一下，等他重生哦。我们拿三个。位于岛上熔炉的深处，现在摸起来还是温温的，热热的吧，温温的。他写温温的，哇，这里不会热哎、欸，
这里不会热。对啊，我们在岩浆上面，所以这里是岛上的熔炉区。而且你不觉得很多浮游生物吗？哇，超多的、啊，飘来飘去的。请问我们走得出去吗？下面一堆怪。附近好像没有那种一般的宝箱，对不对？没看到。嗯。什么都没有。一般宝箱说不定会有强力装备。满满的水晶。对啊，这里都是水晶。马路。谁会来这边挖水晶呢、啊？你不要开玩笑了，好不好？外面一大圈，都要干嘛？哎、欸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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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哪？在哪？在哪？哎、欸，我拿。拿。安全，安全的。上古神器，哦、像一颗火焰。我拿了，不错不错。我知稳重哎、欸，四十二度还可以，还行。我们拿完这一个，我们就要冲回去喽。我很怕怪又重生了。哎、欸，那我们进来不是还有一个岔路吗？对啊，我们也可以去另一边看看啊。会不会绕一绕又绕回这里？来来，再拿一下。你知道它？然后重点是一个洞窟里面可能会有两个，你知道吗？这么机车哦！嗯，我们之前就是有两个。嗯嗯嗯，还有跟上吗？跑跑跑！有有有有有。至少这条路应该就是这个了。这里死伤很惨烈。对啊，满地都尸体。对，满地的。哇哇，跑起来的时候水耗超快的。哎、欸，真的哎，我要回一下体力哦。跑步会耗水哦，嗯，要恢复那个耐力就会耗水哦。我来喝个水，我边跑都有哎、欸，我边跑，我们用走的、啊，边跑就会耗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可是我怕门口已经开始重生了，所以要跑快一點、欸。已经开始重生了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已经开始重生了。对，来不及了，不用怕。我本来想说跑得越快，少打越多。我用斧头把它砍死。哦，又来了，豹哥回来了，豹哥，二队长，哎、欸，有声、欸、有声，哎、欸，前面一堆啊，豹哥被我砍死了，啊，我也被砍死了，秋波，前面一堆，我把你砍死了，秋波，真的假的？回吧。你在干嘛？太好笑了！这里超多怪啊！救命 ！I am fine， 我是被我砍死了。有我过去帮你砍那个砍蜘蛛的时候，就把你砍死了。太可怕了！太好笑了！我要躲回去那里。他肯定会晕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我们要灭团了。我只能用。啊！我晕了！我晕了！我在打古马路，我试试看从岩神君那边过不过去啊、欸？可是你要怎么下来？那边在下面。对啊，那在下面。要做个降落伞，有降落伞应该可以。哇，太好笑了！活到你们这里就很厉害了，好吗？我好晕哦、喔。那个我应该活不了啊。那个我先帮你捡一下尸体好不好？基本上你一定要全部带走，我过不去啊。我全部拿走是不是？全部拿走。对啊，队长，队长要带回去。我拖着你的尸体回去。还在晕。哎、欸，对不起，那个我们没有别的飞行虫了。然后这里是火山，一堆肉食怪。那个不可能跑到那里，真的。我现在后面一直增加。拿了你的东西之后，我就动不了了。豹哥，你先放豹哥身上啊。我只挥到你一下而已吧。那个武器很痛，而且有可能是因为我装备也刚好坏掉、哦，然后就直接被你秒了。哇，一刀一百，我觉得应该是有两下，一下毁灭装备，一下死掉。太扯了吧！我哪有这么神？武器好猛哦，因为那武器攻速很快啊。我可以走了。哎、欸，不行，骑在上面你还可以砍死我。对啊，很扯哎、欸，我自己都觉得很扯哎、欸。哇塞！走吧，啊，我要走走走走走。走好不容易负重没有过重了、欸，我好不容易好像找到路了，但是我没体力了，好扯，好扯哦，好扯哦。然后看到那个队长了，
队长，要把他叫起来吗？啊啊！哇啊！哦，那是你，那没差。不可能走得到啊！没差。那是你算了，没差。哇的！我们赶快走回去，赶快走回去。还没降哦。刚晕眩值还降。我累了，我累了。啊，把豹哥留在那里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豹哥断后。有希望，只要你们能活下来就好了。可以，你要知道那个洞口，洞口可能也都有。古马路，前面是什么？一堆蛇。有古马路。哇！豹哥冲过去了。哦，马路来了。最可怕的敌人不是敌人，是自己的队友啊！没有这么可怕，好不好？我这么爱你，他一般的对手是他猪一般的敌人啊！对手，队友啊！哎，队长，豹哥豹哥也死了，豹哥死了，被巨蟹打死了，被巨蟹打死了，队长啊！队长还活着，队长还活着，队长在就可以了。队长很猛，豹哥身上很多东西哎，豹哥没有都是屁啊！要不要拿一下？有一些装备。为什么他那个都是烂装啊？啊，那个刚刚我队长也摔，队长晕了。哎呦哎呦，你是有把东西放在他身上啊？对啊，因为我身上满了。队长差点死哎、欸！队长血剩100多。快吃肉！赶快走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！你要喂他吃肉是不是？我去前面先探路。好。对啊，你跑比较，豹哥比较。豹哥走比较快，队长可能要晕很久啊。放生了，放生了，拿不走的吗？放生，没有没有，我都拿走了。好，东西武器其实都还好啊。巧克力已经离开战线了，我们为他默哀一下。厉害的，为他默哀一下。我是我血几乎是满的瞬间秒杀，我都傻眼了，你知道吗？不要抱怨了，不要抱怨了。我强，我都不抱怨，我要干嘛？前面有蛇，我气死啊！前面那是蛇还是什么？蜘蛛。小，家里居然没有飞行虫可以过去。家里没有飞行虫哦。啊，老鹰呢？有老鹰，但它没有按，我来看有没有办法拖出来。五马路，好死了，可以继续往前了吧？可以，前面是蜘蛛。好，有，可以可以，继续往前走。哎，前面好像又有三只蜘蛛。哦，旁边冒出蝎子。哇，蝎子要打比较久。没事了。好，继续往前。我们要带着巧克力的意念活下去。快到了没啊？死了我就揍你啊！应该还有一段。蝎子哦，蝎子哦。有阿根廷军的安可以做出来。哦，还有。军你们应该也出来了。我们还在想办法出去。蜘蛛很多很多蜘蛛。对，我看到很多。打完了。哦，双杀哎！晕眩值好高哦。哇，我看前面好像有一坨蛇啊！一坨蛇巧克力，我们走不出去了。是古马路。哇，跑！一只蛇。你们，我不然我觉得你们就慢慢打。啊，我的装备又坏了。哇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三只古马路，三只太多了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打。你可以的，不行了，我在逃跑中了。你先跑，你先跑，我在后面射他。
让他追我啦！我在跑了，我在跑了！现在追我了，你可以回头了。我继续往前 跑的，我在往洞口跑。然后我被麻醉了，哎呦蛇！我脱水了。秋风，你是一直往前跑了？对对对。那我死定了。要死啊！活下去啊！我也麻醉了，我被晕眩了。OK， 我这边打完了。我晕眩了，我死了，我死定了，我被蛇咬了。我被蛇咬了，我晕眩值也在增加。哇！哇！哪里来不及？我被晕眩了，我死在地上了。秋风，你复活家里，我抓你，我们直接冲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复活家里？对啊，我有老鹰，可以直接冲。好好好，复活家里，世界中心。所以鬼鬼走得出来吗？我觉得只差一点点嘞。我在帮你捡尸体。可是我有点忘了入口。你就跑到那个火山湖那边。怎么了？走到天空了。对对对，厉害厉害。直接飞下去吗？好啊。下面不是很多怪吗？封神那里？封神呢？没有很多哎，一点。下面有我们的封神在。对啊。就直接飞下去了。来了来了，回来了，来了，参战！哎，有过马路哦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，放一下来了。很多怪，很多怪。哎呦，旁边骑上风神，风神那边倒是还好，有旁边一堆。马上帮忙，马上帮忙，好多，哇！有了吗？有了吗？有了，大部分都解决了。一片过马路。不要死掉！哇！我们直接离开了，我们干嘛打、啊？哎哎，那这样那个神器就剩一个。有就好了，有就好了。我身上还有一个。我现在在上面了，你们出来了吗？没，他上去了。我已经在洞口了，已经上来了。所以 ，Danny 死掉的中途其实会有神器，很远吗？感觉可以拿一下。嗯，秋风的还好。我们需要拿那么多神器吗？一个就够了吧？以兹纪念啊！以兹纪念。你想一下，等一下哦，你召唤会用掉一个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想要多打几次 BOSS， 顶多就算看到也爽嘛，对不对？嗯，什么道理？巧克力好烦哦！哇塞！让你可以看 BOSS 哎、欸！那你去拿，你去拿。我们在这边等你。走啊，走啊！我大火在烧嘞。对啊，开始了大火、啊。对啊，算了啦，不要了啦。哎、欸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蛮近的、啊。蛮近的、啊。应该没生怪吧？没有，拿到了，拿到了，拿到了。拿到了，那我要下去了。对啊，这么 easy。你真是努力不懈。为了我们啊！为了部落。对啊。一下就没水了，刚好带出门带一个水袋，喝了一口就没了，然后多带几个水袋。这里超凶的，快快回来！还在复活、哦，我在这边一直在咬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到了，别走。我们坐上去飞回去了。不要看哦。鬼鬼还没，鬼鬼还没。哦，我那一只嘞，在后面。在前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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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往前走一点。有有有。不晓得就这样挥到就死了。啊！我是很，我是对你很好。我想说怪在咬你，我过去帮你处理一下。结果你一个闪身就被我挥中了。我不需要你啊，我自己可以啊。多了你反而更危险啊！我很照顾你耶。垃圾了。好了，走了，飞回去了。